特别兴奋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种冥冥的感觉。需要帮忙吗？ 需要帮忙吗？你好，好像你还欠两个20分的硬币。OK， 你欠我两个20分的硬币怎么办？我只能先记下你的电话，然后以后再还给你了。 欢迎你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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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冥冥之中，浩哥好。Nice to meet you. Hi. 这真的是爷孙组合啊！其实不管你们谁配上组合，都是爷孙的。下课。我一下子全部都得瑟。你有毒哎！我发现。<笑>所以你现在跟我在一起组队还是不是很开心吗？开心了，吧。<笑>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从你要选的他那个阴影中给缓过来。你开玩笑的吧？我说真的。 难受。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刚才我看见昨天那几天，我就说，哎，我说你跟谁一组啊？他表示常护。你看，猪肋排，耶！哎，你们的菜比我们好哎，离我们这个区域远一点好吗？肯定吃不了，太多了。 走开啊！多好吃啊！我给你，我给你。不能给，不能给。没事，小琳娜，你要吃不掉呢，我可以帮你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给你。蘸这个，好好吃哦，真好吃。完了，崩盘了，真的崩盘了，我告诉你。没有啦。猪排太咸了。不咸啊，好吃，加这个。我不会喜欢你喜欢吃的口味的。 你会喜欢啦，我们都是吃货嘛，你知道的，你懂的。我不懂，今天开始我什么都不懂。好了，我们和好，我们用猪排和好。不会的，没有这么快。